听说有个地方的恶魔猎手都是瞎子。今天是个好日子。旋风斩，稍等，有些晕。庆祝一下，是个包子。马克是想要试试我的心法术吗？不给红包就捣蛋。没有什么是重启不能解决的。大海的声音吗？看我脸色行事。我是为了研究而收集宝石的喵，才不是因为好看呢。白马王子，黑马骑士，
给红帽叫导弹。鹤顶红，逍遥散，含笑半步癫，好想试试。不是喷泉，要进来一起听大海的声音吗？陈威，你见过凌晨四点的高尔克吗？八条金刚变形出发，you
是个好日子。看，没有什么是重启不能解决的。又是热火朝天的一天。没有什么是重启不能解决的。T-800型机器人前来保护你。我是魔法之源，不是喷泉。你问我答案是什么？42。我是为了研究而收集宝石的喵，才不是因为好看呢。
我是一头预言家。让我来为你指引前路。女孩子的尾巴是不可以随便乱摸的，喵。别担心，这不过是我的一具魔像。
我是为了研究而收集宝石的喵，才不是因为好看呢。潮汐涌动，踏浪前行。该召集青铜圣衣的勇士，推翻邪恶统治了。别担心，这不过是我的一具魔像。我能让英雄们喷，我听见你说我个子小了。哎，我们是拼命三。遵从框。我打你，我的心也在滴血。让我来为你指引前路。我说要有光。
孩子们，准备好上课了吗？虚假的仁慈毫无意义。我是为了研究而收集宝石的喵，才不是因为好看呢。我是为了研究而收集宝石的喵，才不是因为好看呢。疲倦的光啊，你飘流虚空，像是被世界驱逐的客人。活在梦里的
究竟是谁呢？乾坤匡硕落，岁月去堂堂。我还是有一个技能的，非常可怕。等续命结束了，我就送你回老家结婚。岁月去堂堂。你的双手却抓不住一丝希望。在亡魂之刃，在亡魂之刃面前忏悔吧。放个鞭炮怎么样？等续命结束了，我就送你回老家结婚。我不是英雄，凡有胜者
有死灭。俺来也。一切美好终成梦魇。我是为了研究而收集宝石的喵，才不是因为好看呢。